很快，疾风就会进入我们俩设好的那个套子。可言，来，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好前程击个掌吧。事情还没有最后确定，别高兴得太早。哦，低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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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就忍不住，我真的高兴死了。哎呀，总算啊，总算啊。 马老，是，好，等我一下。马老，是。哎呀，伞拿着，伞拿着。哎，走了。马到成功啊！好，老陈啊。哎。 你们现在可是御妖师的佳话了啊！这宣传一起来呀，多少人为了目睹这八景大纲的风采，那是慕名而来呀，直接拉动了我们御妖师的旅游行业了都。啊，有这么大的推动作用，这可真没想到。那就太好了。对了，上海举办的这个工艺美术啊双年展，邀请你们去展出，而且呢还给的是中心的位置。 这就是更高舞台的肯定，对吧？这个作品的长尾效应，它也会更大，是吧？小满啊，作为年轻代表，回来得跟我们好好交流交流经验啊！嗯，青出于蓝呐。老陈啊，哎，这趟咱们代表的可是御妖师，你们这儿有什么需要啊？尽管提啊。陈军，你太客气了，谢谢你。尝尝你的好茶，好，来来。 祝你们成功啊！啊，谢谢。啊！哎呀，我现在还真是有点搞不懂，你下的什么棋了？ 今早接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是相信你的。看来你的确有事情瞒着我呀。你恐怕一早就在铺排这件事情了吧？拿我做背书，完成你的大业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<笑>那这个双年展，你把中心位置定下来，有什么打算呢？ 可言，你如果到现在还跟我藏着掖着，如果有什么后果，我是不可能给你买单的哦。我会选择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让陈大师的作品能够成为拍卖会的最高收藏品。嗯，从云霄雪霁开始，疾风一直被动的在配合资本，是不是？ 杀人诛心，你如果想让老陈成为众矢之的，可以，但跟我没关系啊。我在玉瑶这么多年的关系，不可能让你小子给毁了。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啊，要想穷，烧狼红。 要讲究分寸，火候太过，容易褪色，什么也得到不了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狼窑红才会如此价值不菲，不是吗？那你就得想明白，愿意接受反复的失败和大量的残次品。好，那我就问问马老您，如果当时您有这么一次机会，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您有两全的办法。 我告诉你我的答案，我愿意承受所有的后果，我愿意。茶我回来再喝。
咱们最近订单很多啊，很多以前流失的老客户都回来了，说要和咱们继续合作呢。好啊，你维护好客户哦。好嘞。听说这次上海双年展 C 位咱们花了不少钱吧？老陈的作品有分量。齐峰什么时候在这流失上花过钱？对。嗯。好，那我先去。来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，我来找活路。季风现在这样搞，你总不能眼看着我饿死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得意的太早。在玉瑶，季风的地位不会轻易动摇。现在聊地位，我觉得还是为时过早，但是可以聊聊风向。风向已经转了。疾风当年在玉瑶市做成龙头老大，我不认为是因为老陈，是因为许曼。你风风雨雨做了这么多，现在你看看上上下下的疾风，谁还知道许曼？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亲手做了这么一件华丽的嫁衣给陈小满，然后呢？彤彤和瑶瑶呢？从今往后要看着陈小满的脸色吃饭吗？顾好你自己得了，不该操心的别瞎操心。这是我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事。哎呦，来喽！慈尼鸡，哎，来，烫手烫手，快请客。哎，啊，坐坐，啊，坐。好好，嗯，老周，谢谢你啊，这每逢大事喜事都是你张罗着吃张罗着喝。你客气什么呀？来，咱们今天一定要干一个。我就不客气啊，为这次双年展一切都顺顺利利，我们干一个。干杯，干杯。哎，嗯，哎，哎，尝尝。哎呀，还行吧。那出了余姚市，结识的人就不仅仅是手艺上的人了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资本都会到场，各路媒体也是闻风而动啊。嗯，哦哦，真香真香。有小满跟在你身边，这方面他应该比你做得好。嗯，姐，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了，那心里面还是有点忐忑。一家人啊，可能我说话不中听，这树大招风啊，越是人人都在夸的时候，越是大家都凑热闹的时候，越是人家都说咱好的时候，我觉得咱越得多注意啊。华峰，是老周，波米、姚米、毕子和康在前面，外面是大有人在啊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这个道理我明白。嗯，那么重，那么沉，路上运输是个困难，小心一些。姐，你说的对，您慢慢吃着，慢慢喝着。我得赶紧去跟老邓他们打个招呼，我得亲自去一趟。不不，你吃完饭再去。你没事没事，我来得及，我再赶回来啊。
风啊，跟他名字一样，总是风风火火的。哎，来，你是不是也担心啊？我有点担心。哎，其实啊，这瓷器是一身清净，琢的只是人心。这画风啊，不如我大哥。我大哥胸中有丘壑，画风太容易冲动了，容易被流言影响。其实相比之下，小满这一路太顺畅。是啊，再来。安娜。哎，其实都得经历，经历过了，有些事也就都过去了。大浪淘沙，能留下来的才是最宝贵的。我哥真是请了一个好的把钟师傅。小云，今天不休息吗？对呀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休息。这我看雨剑的衣服呀，裤子那么多啊，天马上就要凉了，我这呢就想着，这男孩子得要穿个合适的衣服，我给他买了衣服呢和裤子呢，买的大了两号。这鞋呢得合适了，如果不合适呢我就拿回去去换。这是三七的，合适合适啊，都合适。这男孩子啊，衣服穿小了会让人笑话的。这酒是给你的。啊，还有我的。陪我喝两口。哦，休息有个休息的样子嘛。好，我去拿酒杯啊。我还有花生呢。你看，哎，我手慢。你自己拿。哎，好了。小云，谢谢啊。其实我们爷俩在这儿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，我干了。53度的，真是好酒。小云，有叫赵龙的，以前是你们厂的吗？以前在我们厂干销售的。哦，那他现在干什么呀？在外面做生意的吧。当老板了？带个领带加个公文包的都说自己是老板。其实赵志宏挺帅的，我觉得你们挺般配的。别喝了。